我要解说的是招财猫。首先我们做一个四凶二，一个八，一个四凶二，后面同样一个八，接着做一个幅度连接，后面同样做一个幅度连接，上面做六加六连接，接着我们做一个铃铛，留一段球皮向下拉，连接到熊耳，红色260稍微重启，连接到这里做连接，可爱的招财猫完成。